37岁葡萄牙球星 C 罗确定将跨出欧洲，到沙特阿拉伯踢球。沙国球队艾纳斯重磅宣布，已和 C 罗签下了2年合约，外传年薪将超过2亿欧元，约合台币66.8亿，也将延续他的招牌7号球衣。66.8亿的惊人天价，也把 C 罗拱上了全球收入最高运动员宝座，力压法国天才球星姆巴佩的39.6亿，更把阿根廷巨星梅西挤到第三名。C 罗过去曾效力4支球队，从故乡葡萄牙一路打到英国、西班牙甚至意大利，全欧洲跑透透。如今首度加入欧洲以外的球团，以美球迷大失所望，直说 C 罗完了，因为根本看不到沙国球赛电视转播，到底要踢给谁看？记者综合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架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3倍。这么好的干贝酱去哪里买？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